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，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严丹，黑子明明应该行刺，可严丹在天元正北却行了条，正北在五行当中意为水，黑子忌，可严丹却选择了长，常在气宇中为九，旗下落子，四子自上而下排开，至方位。严丹被困之处，在天界下方更下方的水畔。唯有这叶网川，他必定在这里。严丹，影月，没事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，那三步错棋是我故意下的。我知道，你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严丹了。如尊主那般傻，你的血脉本可让三界臣服，可偏偏为情所误。他是帝君影渊，不是修罗少主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他可以不要我，不要修罗族，不能不认他这个主人。还妻，你这修罗族的叛徒，你不得好死。死到临头还妖言惑众，吾乃三界之主，今日你修罗族主仆理应死在吾手。任魂的名战。